来，平遥警察局啊！平遥警察局啊！你转弯要打方向灯，知不知道？车子先熄火一下。你有喝酒？有。喝多少？下午喝的。下午喝哦。对啊。大力吹口气。应该有，一定有的啦。他会那个我记错了。啊，没有啦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。你要那你帮我、啊，我已经上一次我前阵子才被抓，看你要不要那个、啊。我可以，我给你水漱口啊。没有用的、啊。你下午喝多少？至少差不多一瓶小高吧。一瓶小高、啊，你没有喝饱的？有啊，有喝。啊，你干嘛还要起？你什么时候被抓啊？上礼拜，上个月、啊。上个月哦。对啊。啊，你一样是0.25以上超标啦，还0.25。上次就去测啊！哇，你上次这届安尼三十六吧？嗯、啊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你三十六不可能啊！而且我跟你说，你拒测的话，三十六这个会影响车主呢。那我再跟你讲一次哈，大家酒测只吹出来0.18到0.24，我就单纯开罚单哦，车子会留住，你可以人回家。那你罚单缴完就来我们派出所领车。酒测如果是0.25以上，含0.25会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，了解吗？好、哦。来，这是全线的吹管，你自己拆封一下。再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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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吹。好，0.26哦。